你就是需要客户改哪里？就是客啊，户对，的那下个，边，这个念成 yes 这个，yes，啊 yes，然后这个是8000，yes，这个怎么算的？这不是不知道，我试出来的，等会儿再告诉我吧。这个是公式哈，直径，这个是直径。量哪里一般？两零量七中四，间，啊，那中间直径填到这个里边就行。那我以后就写参数，写完参数以后，给那个工作的雕刻，然后这个速度和功率，然后雕刻工具，确定，下点下载就行了。就可以了哈。这就行了。就这个，就这个地方，在这个跑，跑后边，完了，咱俩会给你标那个高脚杯，他不就跑了，是吧？看不出来哈，这我看不出来。你让他转一段行吗？怎么转？拍照录像吗？录着呢。好了哈。